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伟老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讲那个第一章的第三节啊，决策的相关因素。这一节请大家认真的这个学习啊，并且领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一节啊，可以说是咱们整个课程里面的一个核心啊，就是到底什么叫相关，什么叫不相关。这个问题搞清楚，你后面的很多问题你才能够搞清楚。然后呢，这个也可以说是提高大家思维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点。这个概念你搞清楚以后呢，你以后的思维能力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，所以它那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概念，好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先给大家看一个案例。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你花了300元啊，买了一张演唱会的票，但是演出那天呢，你不幸发高烧了。啊，这时候呢，你有两个选择啊。第一个选择呢，你是抱病去看演唱会；第二个选择呢，就是在家休息，然后这张票呢就作废了。好，大家听好啊，下面的问题是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，你要不要考虑这300块钱？啊，就是你现在人很不舒服了，然后躺在床上在纠结啊，这个演唱会我要不要去看呢？你在纠结的时候呢，你要不要去想这个300块钱，或者说这个300块钱？要不要影响你做这个决定？好，大家听到这里呢，可以把这个视频啊，你把它关一下啊，然后思考一下，然后呢，再来看啊，看我是怎么来解答的。好，这个问题，我每次上那个面授课的时候呢，也抛给学员，学员呢回答呢，基本上是说要考虑的是大多数啊，说不考虑的是少数，然后呢，说不考虑的里面呢，能够把理由说对的呢。也不多，可见呢，这个问题呢，应该这么说吧，是大部分的人呢是不知道啊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啊。那么在这个案例里面呢，这个300块钱是不用考虑的啊，不要考虑，你不要去考虑它。那么为什么不要去考虑它呢？你可以想一想呀，就是说你现在在纠结啊，你说我要去看呢，还是不去看呢？那么你想一想，你如果去看的话，你得到了什么呀？好，你得到了看了演唱会了，对吧？你会比较开心，但是呢，你因为你没有得到休息，可能你回来以后呢，病更重了，啊，病更重了以后，你可能会更难受啊，然后呢，说不定你还要去看看病，可能要花更多的钱，对吗？好，如果你不去看呢，好，不去看的话呢，你得到了更好的休息，那么你的病呢就好得更快，但是呢，你放弃了一场演出，啊，这场演出你看不到了。啊，这就是你要啊，在纠结的时候要想的事儿。你看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你没有去想这个300块钱，对吧？没有这个300块钱什么事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这个300块钱，你想我去想它，没有意义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，你说你去看，这300块钱也没了，那你不去看呢？300块钱还不是照样没了？都反正都没了，对吧？你不管你去看还是不看，300块钱都没了，那你去想它干嘛呢？所以在这个决策里面，这个300块钱你是不用考虑的。啊，或者说这个300块钱不应该去影响你做这个决策。好，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当时啊，在那个面授班的时候呢，经常很多学员会这样问我，他说："这个300块钱我花了呀，我心疼啊，他300块钱呢，我怎么能不去想呢？"啊，很多人会这样问。那么其实是这样的啊，这个300块钱呢，他是花了。那么从那个做账的角度来说呢，他的确是成本，这是不用说的。但是我们说我们决策是向前看的。啊，我们决策是向前看，我们不是向后看。这个300块钱呢，它其实是已经在你的身后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其实是不用去考虑它的啊，就不用去考虑这300块钱。那么什么时候你要去考虑它呢？什么时候我应该心疼呢？啊，这个300块钱啊，不小的一笔钱呢。好，你想想你什么时候应该去考虑这笔钱？哎，你在买票的时候，这个300块钱你就要考虑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看，你去买了这张票的话呢，你这300块钱就没有了。但是如果你不买呢，你300块钱还就能保留下来。对吧？所以呢，你看你啊，如果你心疼钱啊，请你在买票的时候心疼啊。等你这个票已经买了，然后要不去看演唱会呢？那你要么就是说去想想这个演唱会对你有多少价值，要么你去想想这个身体对你有多少价值。那个跟300块钱是没有关系的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做账思维和决策思维的区别。你说这个300块钱要不要做账？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说，当然要做账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300块钱要做账？因为它发生了嘛。
啊，这个就是向前看和向后看。你看，你往后看，你是不是能够看到这300块钱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转过身来往前看的时候，其实这个300块钱已经在你身后，你看不到的。啊，既然是看不到，你就不用考虑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呢，这个案例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再啊琢磨琢磨啊琢磨琢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隆重推出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这个呢在做决策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说什么叫相关信息，也就是说什么信息我是要考虑的，或者说这个因素我要考虑，什么因素我是不用考虑的，啊，就想都不要去想它的。它里面有两个原则，啊，这两个原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哪两个原则呢？第一个原则，相关因素必须是针对未来的，过去的一概不考虑啊。现在，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，过去的一概不考虑。我们说决策是向前看的啊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就不要去考虑了啊。那么，但是呢，这个话是这么讲啊，我知道这个从心态上讲，很多人还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喜欢看过去。那么这个是人性，我们理解啊，这个我们理解。但是呢，我要告诉他啊，告诉大家，这种想法是错的。而且正因为这样想是人性，就是人很自然的会朝这方面去想。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个企业里面非常重视教育管理者，就你做决策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向后看，你不要去看那些已经发生的啊。所以就因为它不是人性，是每个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所以我们就需要对大家进行教育。啊，如果是人性的东西就不用教育了，比如说吃饭，大家不用教育，大家都会吃，所以没有必要去教你怎么去吃饭。啊，世界上没有哪门课教大家怎么吃饭的，很少。啊，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是人性了。啊，很多东西要教你的东西，往往是我们就生下来就不会的东西才需要教。啊，或者生下来有点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这个我们需要教。啊，生下来你很习惯的就这么去做，这么去想的事情，其实是不用教你的。啊，不用去教你。所以这个看未来啊。不要看过去啊，其实它有点不太符合人性的啊。很多人他就是要看过去的，比如说，企业里面很多管理者会犯这样的错误啊。比如说，他做一个投资，好，投了1亿下去，哎，眼看着就失败了啊，这1亿就打了水漂了。然后呢，他说我再投1亿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要把前面的1亿给他救回来啊。如果我这个后面1亿不去投啊，那前面1亿就亏掉了啊，就没有了。如果我去啊，这个再去投1亿，就可以把前面1亿救回来。这个想法是错的，这种想法就是典型的看过去，啊，就觉得好像我要不要再投1亿啊，跟前面有没有投过1亿是有关系的啊，因为我前面投了1亿，所以我后面还要再投1亿，这种思维是错的。你要不要再投1亿？你要去判断你这个1亿再投进去的这个1亿，它未来的收益是多少？如果它未来是有收益的，那么你可以投；如果未来已经没有这么收益了，你就不应该再投了，啊，跟你前面有没有投过1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那么人为什么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呢？就是这就是一个很本能的一个反应。这里面呢，主要就是首先还是个心态问题，因为人是不愿意认输的啊。因为我投了一个亿啊，亏掉了啊。如果我不继续投，我就认输了啊。很多人说我要翻本，这种心态呢是赌徒心态啊。很多人在赌博的时候就这种心态啊，赌输了以后呢不愿意离场啊，觉得我离场了我就彻底输了啊，所以呢继续赌下去我就可以把本翻回来。所以这种想法呢都是错的。在我们企业里面是不允许管理者有赌徒心态的，好吧？所以这个什么是相关信息啊？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看过去，只有未来的才是相关的，过去一概不相关啊！过去的一概不相关，好吧？你就这样理解就对了啊！不管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啊，好像有点不太习惯呐，或者说有点不好理解啊，你理解了就理解，不能理解你也要理解啊！你就这样去做就对了啊！多想想你就习惯了，好吗？好，第二条更重要。啊，什么才是相关的呢？它必须是因选项而异。这句话就比较有水平了啊，叫因选项而异。什么叫因选项而异呢？我们说做决定是选择了，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选项里面进行选择啊，就叫决策，对吗？如果有一个因素在不同的选项里面，它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因素你就不用考虑啊，你想都不要去想它。我们只要想什么呢？我们只要想不一样的，我们才去想，才要考虑，这个就叫因选项而异。我说呀，如果大家能够知道这个思想啊，大家的思维能力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样的话呢，你以后看问题啊，你就能够抓住要点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以后看什么啊，我应该看什么是要点呢？
我可以告诉你，不同点就是要点啊！以后大家看问题的时候啊，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去找不同点，因为不同点往往就是你要考虑的点，而相同点往往是不用考虑的，你就可以忽略它啊！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要找不同点啊，因选项而异啊，因选项而已。哎，很多人说张老师不对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做分类，我们不是看相同的东西归类吗？所以我们得找大家的相同点才对啊。不是的。啊，你能够分类，首先是因为不同才会有分类的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个世界上你的事情如果它是没有不一样，它是一样的，它就不会有分类。所以它就是因为有不一样，它才会有分类。啊，然后的确是把相同的我们归一类。啊，但是呢，它首先是因为不一样啊，分类的理由是因为不一样。所以你能够更好的类，首先不是看它的相同的地方，而是看它不同的地方。啊，不同的地方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，很重要的。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这个叫因选项而已。知道了这个呢，我说为什么可以提高大家的思维能力呢？就是说，以后你就看很多问题啊，就变得很透彻了，知道吧？以前有很多这种，大家可能会对有些说法呢，就是觉得很有道理啊。但是呢，我会告诉你，像有些说法它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啊，没有道理。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啊，人都要死的啊，然后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啊，我们经常会这么说啊。所以说，你说你干嘛要那么努力呢？啊，要那么多啊，这个有那么多钱有啥用呢？对吧？反正人都是要死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那你说这个话对吗？这个话，你如果这个学了我们这个叫"因选项而异"以后呢，你就知道这个话其实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如果人都是要死的啊，然后呢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所以它就不重要了，对吧？它就不用考虑，你考虑它干嘛？人都是要死的。但是我们要看看不同的地方，什么是不同呢？你是100岁死还是50岁死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你活着的时候，你去过马尔代夫和没有去过马尔代夫，它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活的生活质量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不同。那么这个不同就是你要考虑的嘛，所以我们人还是要怎么样？我们还是要多挣钱啊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啊。虽然人都是要死的，但是死得早跟死得晚是不一样的，啊，你的生活品质好跟生活品质差它是不一样的，对吗？所以像这种啊似是而非的话有很多啊，咱们中国古代话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啊，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，它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啊。那你怎么知道它没道理呢？就是啊，跟我们学这个决策啊，学一些基本的理念，你就能够区分啊，什么话是有道理，什么话是没有道理，好吗？OK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就是必须得符合这两个条件啊，就是一个是未来的，一个是因选项而异的啊，它才是一个叫相关财务信息啊，相关财务信息我才要考虑，然后呢，它才会对决策有用啊，才会用到决策当中去，好吧？咱们这个课呢，我认为最最关键的就这一点，可以说这个观点是咱们这个课的灵魂，如果你这一点没有搞清楚，其他的都会有问题，如果你这点搞清楚了，其他的几乎都可以举一反三。老师说以后后面讲的一些知识，你如果足够的那个聪明，或者说这个举一反三能力强，我不跟你讲你都懂，你如果把这个原则给掌握了，所以这一条我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这个足够的重视，足够的重视，但是呢。我刚才说了，这个一个观念的一个形成啊，它是需要反复练习的，通过反复练习，它才慢慢养成。不是说这个观点好像你学了以后，你看过了、学过了，你就掌握了，其实并不是这样，并不是这样，这是要需要反复练习的啊。那么后面呢，我们会讲一些具体的案例，那么也是帮助大家能够不断的去练习这么一种思维啊，练习这个思维，好吗？好，这个概念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